怎么样？摄影师五楼就好。八楼好。好，八楼。八楼吧。好。我现在不敢动。师傅好猛哦，师傅。你们怎么在下面先倒好呢，师傅？ 师傅，如果等一下晃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稳住？晃的时候，心稳住就好。心稳住就好。师傅的名言出现了，对，只要心稳住就没事。对，不要怕。师傅，你有遇到台风天的时候吗？台风天一般台风天应该是不能，对不对？那个钩子给我一下。那有风很大的时候？风大基本上如果会把整个那个机具。 就是吹起来的话，我们就是会停工。哦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今天的风怎么样？今天风算还 OK。这是几层？这里应该四楼吧？好低哦。四楼左右。那我们去五楼就好。<笑>怎么样？摄影师五楼就好。八楼好。好，八楼。八楼吧。好。我现在不敢动。 师傅好猛哦，师傅！你们怎么在下面先倒好呢？师傅，就怕上来的时候会那个会晃。哦，倒翻。对。我觉得静止的时候比较可怕哎。对。你们觉得吗？不要去想就可以。不要去想，心稳住就好了。对，心要静。我觉得他们现在在起那一层楼吗？没有。 他们现在在冲啊！应该是有脏东西先把它冲下来而已。还是你觉得那位少女在尖叫，所以他们就停在那层不上去？对他心软。也有可能哦。你可以帮我打电话上去说不要心软吗？他说公开机会在上面等他。我真的觉得移动的时候没那么可怕。 现在比较可怕。好。清醒之前，我们要先把所有的玻璃、墙壁、啥子。哦。对。好。我先洗我这边给你看。好。哇哇，洗的时候很晃哎。啊，对啊，会动啊。洗的时候超晃的。心不晃就不晃。对。